道歉。有呀，不是他噼里啪啦找我道歉，他一句话不跟我讲，让他别人跟我讲。有呀，你是不会讲话吗？本来就没但是好气人啊。本来对呀，啊，对，就是气，就对了，气特别好。来了，本天总总一句话，我来了，他就杵着这儿，一句话不说。对了，才说一句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走。不错，十三姐。不说话。就说这个东西，因为送了他铜的碗以后，紧接着不就是你还给我绣了一个那个什么？对，鸳鸯。对，我后来我看这两个接戏，我可以很好玩。你说一下好不好玩？如果我觉得不好玩，就说明年下你都觉得不好玩。你嫌我手艺差。哎，好，我们试一个啊！我就惊喜，我就龙儿没了，不是龙儿，五百起，梦里不是五百起，是中箭，五百起中箭那个演武大会，跟牛哥没关系。你怎么回事？现在满脑子都是龙儿了，别叫错名字。都是梦见你。我们就是自己，其实四事都不讲，都讲这些有什么用啊？为什么那么多矛盾产生，就是因为老讲公事。你老问我公事。那你除了公事没得跟我讲了是吗？那你不问我没得别管了，你先休息吧。